我们今天前行《心之勇士》的部分是学习一百二十四页两百二十八则，一百二十四页两百二十八则，题目是《身教的神圣性》，身教的神圣性。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啊。孩子们的模仿力和学习力是惊人的，他会看着你，听着你，想着你。 你想让他成为怎样的人，就可以表现那样的行为。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选择第一要则是管教孩子。也许大人们在管孩子之前，应先管好自己，因为正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孩子在看着你。一开始，老师说，孩子们的模仿力和学习力是惊人的。 他会看着你，听着你，想着你。你想让他成为怎样的人，就可以表现那样的行为。那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孩子的模仿力和学习力是惊人的呢？好，我们可能接触小孩，我们都会有这种印象，孩子的这个模仿力跟学习力的确是很惊人的。但是为什么会很惊人呢？从哪个理由去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可以稍微想几秒钟这样。好。 答案是一个你们可能以前学过的概念啊，就是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啊，我们感官的这个五根式啊，它是无观察式。那无观察式只取这个色、声、香、味、触五层境界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对心的影响力最大，会远胜过这个第六个意识去思维法层的力量。这样，那对小孩来讲，小孩相较于大人呢，他还没有像大人经历过那么多这种。 很复杂、很深刻的思考，就是大人这方面复杂深刻的思考的那个经历跟训练比较多，所以那个意识元法尘的力量相较小朋友会稍微强一点。那小朋友他这一生刚出生之后没多久，这个状态里边呢，他还没有像大人一样经历那么多复杂深刻的思考的经验，这样他原来的那个无观察式、五根式去直取五层境界的那个力量啊，就会特别强。好，这就是为什么他。 学习力、模仿力会很惊人，就是他眼耳鼻舌身接触到什么，他自然内心就受这个影响，而且会影响的很深。这样，好，理由是在这里哈。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师父引过孔子的一个教诫啊。孔子有一句话说：“始驾者车在马前，始驾者车在马前。”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让小马学习如何驾马车呢？ 一个最简单的教法就是，老马在拖马车的时候呢，在那个马车后面系一根绳子，就让小马就跟在后面这样，跟久了，有一天他长大了，你教他学拉马车就学的特别快，因为他小时候就熟悉了这样。好，所以用这个教戒来表达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身教还有环境的影响，其实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是绝端重要的，因为。 我们的身教，还有我们给小孩的环境，那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接触的色、声、香、味、触，对不对？那个对他的内心的影响力最大。好，所以“使驾者车在马前”就是孔子观察到，哎，其实这个这个心态，人在训练动物的时候也是一样。好，那个小马，你要让他将来学会怎么拉马车呢？只要老马在拉马车的时候，你后面绑根绳子，它跟着走，它自然而然到时候就知道了，就是耳濡目染的结果，这样。 好，所以后面老师讲，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选择第一要则，是管教孩子。也许大人们在管孩子之前，应先管好自己，因为正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孩子在看着你。为什么会说正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孩子在看着你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稍微想一下，老师这个描述很特别啊、哦。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也是一样，想几秒钟这样。其实我常常在讲哈、哦，我在解释“希望轻生”啊、“心之勇士”啊，或者解释这个“无怨无悔”啊、“广海明月”的时候，我常常会讲说：“哎、啊，这边为什么要这样讲？想一想，那边为什么要这样讲？想一想。”我在想，如果我不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是不是就很顺的看过去了？这样很顺看过去，应该就没有什么印象了。所以，什么东西都要透过思维，思维业的主体是思维嘛？ 你透过深刻思维，你对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强，对劲就容易现形，都是一样的哈。好，那为什么如同神明正在看着你，孩子在看着你，为什么要讲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好，因为我们的一般人概念都知道嘛，所谓神明在看着你，也是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一个人在暗示里边，你独处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你所有的行为在神明面前都会无所遁形嘛，对不对？ 对，或者入《入入行论》上面讲的“佛及菩萨众无无爱见一切，故无诸言行必现彼等前”。好，《入行论》上面说，佛菩萨他们的内心的觉察力是可以无爱的，没有任何障碍的现见一切法的这样。好，所以我的所有的言行，不管人家看得到看不到的，这个全部都会在佛菩萨面前显现這样那么为什么说如同神明正在看着你，孩子正在看着你呢？因为。 就如同我们所有的行为在佛菩萨面前会无所遁形，会完全显现。那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也会在孩子的眼睛跟在他模仿的行为里显现，就这个意思。我们所有的行为也会在孩子的眼睛跟他模仿的行为里边显现，也是一样无所遁形的。所以才会说，正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孩子呢也在看着你。哦，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看到的一幕。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这样，就是呢，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可能是国中生吧，也算是半大不小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看我邻居有更小的两个孩子，这样，好，然后呢，偶尔次就远远看到那个大孩子就学那个那个一般那个电视剧电影里边那个流氓耍坏的样子。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小小孩子就完全按照那个大孩子的动作在学，也学一副那个电影里边流氓耍坏的样子这样。啊、哦，那时候其实印象很深，我当时看到那幕印象很深。不过我那个时候不太理解，啊、哦，不太理解，我只是印象很深，说，哎，对啊，你看那个大大的，只要一比一个什么动作，小的马上就很热衷的这样学，这样，很兴高采烈，很很很投入其中这样学。那时候我印象很深这样。好。 所以说，正如同神明在看着你啊，孩子也在看着你。我们也可以说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也可以说业果在看着你，业果在看着你。什么叫业果在看着你？我以前听师父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师父说：“你能领纳的，就是你给别人的；你能领纳的，就是你给别人的。”这样，所以业果也在看着你。好。 你所有对别人的行为，都会在将来别人对你的行为里变显现，也是一样无所遁形的这样。好，给别人几分利益呢？你将来也会得到几分利益；给别人多少损害呢？你将来也会得到多少损害，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广论》二十四页讲到善知识得相的时候有说嘛：“此父说为自为调伏，而调伏他无有是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 哪想到的第一个要则是要管教孩子，但是其实最好的是先管教自己，因为孩子的行为是建立在模仿大人的行为上面的，所以先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呢，其实小孩子的行为就容易学好。啊。所以自己有一个好的身教，有一个好的环境呢，小孩子的就比较容易学好。所以呢，平常我们会说，最好的管教呢，就是传递政知见。传递政知见是你自己对政知见理解跟相信的很深，你这样才能传递啊。 最好的管教是传递政治见、传递信仰、传递自律、传递医师持戒的这种心哈，传递医师持戒的这种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管教，因为你也把这个得到快乐最关键的方法，透过你的生与意的实践传递给小朋友了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